一匹马一天能长多少结果来了？大家下午好，这里是石家庄溧阳精神养殖基地啊。咱们今天下午呢，去看一看啊，上一次称重的新疆马长得怎么样了？是秧了，二点三二二百九十公斤。咱们现在看是多重，来，把他们赶出来。好了，这马都已经到了凤上了啊，36.72，72啊啊！今天是2月18号啊。2月18号，平均是多少？313.19呢？319.3。23个马给的是一桶加16斤，46.6斤。46斤6，一对2斤啊。啊，一天4斤6。这个马，咱们还继续喂，继续这么喂上一个月。这个新疆马2月3号称的时候，新重一批是295斤。今天2月18号啊，称的是斤重319斤，就是半个月的时间，23匹马啊，平均马啊，每匹马。日增重是1.6斤。快，把马赶出去啊！称称重，27匹马，总重量是4345。4345。嗯。然后除以27，等于乘以二等于321.85。322吧。嗯。322。2减去295等于27，然后除以15就是1.8。去年的马驹子这算是啊。2月3号称的时候均重是295斤，今天2月18号称啊均重是322斤。15天啊，这一圈马一共每一批平均长了27斤啊，就是黄楚，还有我们溧阳星闪啊驴马2号量。